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政治局常委同軍委會都係江澤民派，係全部贏曬。對一陳在以、劉夢熊、薛鳳樹之流，全部香港人心目中過街老鼠，一文不值。破地獄主持蘇豪、林康正、阿 Ben、麥仔。星期三破地獄，大家記唔記得啊？依家破地獄星期幾做啊？星期三幾點咧？夜晚11:00-12:30。去完夏威夷之後都唔係啊，好醒目啊，大佬。喂，你話嗰啲江南 style 點解去曬正準門口去曬亞視嘅？係啊，我齋想跳添啦，係咪？你見到啲亞姐喺度跳。誒，啲人話冇 Soho， 因為就係啦，立法會開緊大會，咁佢幫緊萬必手嘅。不過佢話會趕嚟。嗯，嚟緊啊 Soho， 咁陣間都同 Soho 討論下咩叫江交。你知同 Soho 講呢樣嘢最合拍噶啦，係咪？係啩嚇？成日。交流又交流，咁今集首先我哋會嚟一個新環節嘅喎，阿陳博士咯。我哋就我心血來潮，即係嗰日同阿林康正喺度傾開嚇，即係我同佢講，即係有一日我搭巴士咧，我見到即係車窗外咧正值日落咧，個心情非常之灰啊，因為諗起香港呢一年以嚟咧，即係成個形勢係江河日下嘅，即係成個民眾生活倒退緊，我哋嘅民主自由不斷嘅一件一件俾人剝咗去。咁我喺度數緊啦，今年有啲乜嘢牛鬼蛇神出現啦？咁啊發覺，哇數到好多下喎，原來嚇，即係過十個啊咁啊，但係數好人咧就十隻手指啊都數得曬㗎啦嚇，甚至一隻手都數得曬。咁不如我同林康正講，喂，既然有咁多牛鬼蛇神出現，唔好嘥佢啦，我哋不如咧就搞一個破地獄鋤港奸啊！我哋即係十大港奸系列選舉嚇。咁我哋即係擬定咗20多位候選人咧。咁我今集先推11位，就大家可以網上佢投票喺破地獄個 group。咁每人最多投5票，咁票數最高嗰5位咧就當選。下次咧就 B 組，即係你即係立法會啦。係啦，我哋分組點票嘅，我哋而家係嚇，即係功能組別嘅方法嚟指佢哋。係啦，我哋分別將啲人分兩組，每組勝出嘅人咧就成為我哋嘅即係嚟緊要去鋤嘅內容。冇錯，十大港奸就每集就講一個。咁依家先介紹啲候選人嘅。不過啊，喺睇片之前或睇咗 Jingle 佢之前咧，我先俾個警告，就以下內容含有不雅成分。隨時令個公眾不安，就敬請留意，亦都敬請原諒嘅。咁先啊，聽一聽個Jingle先啊。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十大港奸系列。哇！即係條片勁唔勁？厲害厲害厲害！圍院阿伯都有啊，冇錯啊！真係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啊！係咯，成班都做實事嘅呢啲真係。但係點解要十大咧？阿近文點解十大？即係陳博士有咩高見咩十大嘅？你其實冇嘅，我諗住即係10下10下嘅啫。其實佢哋成班友都係嚇，即係原本係應該係7下7下嘅咁，但係數唔曬啊嘛，唔爭在啦。咁其實應該用9喎，9乃不盡之數啊，係咪啊？係啊，又係喎，但係10個啦，係咪？就10個取雙位數好意頭。咁第一位係邊個咧？先睇睇片啊！候選人1號，甜心溝。其實本來呢一首歌呢一段片咧，我就 cut 20秒嘅，阿媽話唔得啦，話要長啲，就加夠。你加長嘅，加到35秒。又話人網改善咗啲音響咧，啲觀眾都唔信啦，大佬。即係 PI 9711就話係邊個唱歌喎？大家聽唔聽得出啊？
真心英雄邊個唱啊？除咗 CY 之外，冇人唱得咁有感情啊嘛！即係成龍之外，就到 CY 唱呢首歌最好聽。佢哋兩個合唱冇得頂添啊！咁即係係 CY 就唔使點介紹啦，即係佢頭先嗰首《真心交紅》啦，大家聽到啦。嗱咁佢嘅特色即係用十零個字可以總結到噶啦，有彩就出嚟攞，有鑊咧就俾人線，即係唔係就線俾人嚇，要人孭。然之後又玩曬語言藝術嚇，總之佢坐得呢個位咧，就完全敗壞曬朝綱嚇。未做之前喺行政會議又好，城大又好，全部係寸草不留嚇，即係基本上就係亂咁指揮嚇，亂咁去唔知道自己嘅份制，亂咁要去指手畫腳嚇。跟住咧有站要咩嘅時候，而家最興嘅縮骨功，即係你數翻有邊單唔係嘅，即係而家嗌佢交代僭建又好嚇，嗌佢去嗰啲咩西九事件，大家可能唔記得添啦。跟住嗰啲明明咧係曾蔭權時代留嚟起 lift 嗰啲，佢自己出嚟領功。跟住上次無端端就著到成個即係唔知幾廿歲人著個童子軍衣，著個童子軍衫。未試過有香港嗰啲領袖係會 join 埋童軍嘅啫。係啊，跟住你最興嘅就係你見到啲童軍係戴住條紅領巾啊嘛。你如果留意翻，真係火到你啊！就係咁，下一個名我哋即係一號候選人梁振英啦。即係嚟緊今集有十一個先啊。即係有冇人話有冇鐵頭可啊？劉慧卿咧，第二組啲人可能會見到，第一組就冇民主黨先嘅，即係第一組就先係呢啲獨立人士。咁二號候選人又係邊位咧？嗱，如果即係下下都要用啲絕食啊、霸強佔啊咁去解決問題嘅話咧，這個香港變咗無政府狀態，我相信大部分嘅市民都唔希望咁嘅事發生。嗱，二號候選人梁愛詩。咁啊，一睇白髮魔女樣啦，咁你都知道佢講嗰啲嘢，完全係倒毀香港法治嘅白髮魔女。佢身為一個法律人 ，OK， 但係咧，我即係甚至乎你如果有聽蕭生節目，你都會懷疑佢究竟對最基本嘅法律精神係知幾多嘅。嗱，一個本身係做婚姻事務噶啦，佢又真係做婚姻事務，做到最近就幫阿咩啊郭晶晶同阿霍乜乜去主持婚禮添嚇。咁啊，但係咧佢又走咗，唔知點解咧就俾阿董建華掹咗去做律政司。咁啊。做咗冇耐咁都知啦，狐仙事件因為公眾利益啊，又話唔去告啊，竟然公眾利益係一個理由嚟嘅嚇，我啱即係學嘢啦。咁啊，另外頭先睇到嗰個片嗰、那個內容就係講啊國教科事件絕食嘅嚇，又話絕食係會搞到無政府狀態，即係我好難為佢解釋，我唔知有咩邏輯喺中間。嗱咁啊，另外最近一樣最離譜噶啦，佢咧就自己去解釋一國兩制，佢好嘢喎佢。啊！即係佢呢啲人咧，佢唔知係咪恃住自己有份嘅起草咧，佢就覺得自己完全擁有呢一個一國兩制嘅解釋權。五十年不變咧，並唔係乜嘢並唔係完全不變嚇，乜嘢都可以變嚇。即係我愛你咧，係呢三個字不變嘅啫，其他我所有行為都可以變嘅。其實嚇，呢個就梁愛詩啦。OK， 即係想問下趙善軒博士咧，即係以你中文咁叻咧，我應該叫梁愛詩做老妖孽好定白髮魔女好咧？即係咧，我搞史記研究噶嘛嚇，即係博士論文啦。史記裏邊就分好多列傳嘅喎，即係如果梁振英咧，我會將佢擺喺咩列傳咧？就賊神列傳，即係通常呢啲亡國之君啊，都會喺賊神列傳。咁梁愛詩呢啲又冇呢個 level 嘅，佢最多喺度奸佞列傳或者酷吏列傳嘅啫，係嘛？咁即係孔子都有講呢啲人喎，係嘛？呢啲係長而無術焉，幼而不宣帝，老而不死，是為賊也。啊，即係應該可以用呢啲中文嚟形容佢咧，我估孔子都唔會覺得太過分嘅。講得好啊，幾分嘅。即係簡稱老妖孽啦，係咪？即係老而不死。二號候選人就梁愛詩，三號候選人有邊位？哇，好重口味啊，又係。無論過去幾艱辛，我都會繼續為九龍西尋找更美嘅路。慢慢飄過嚟咧，真係。堅守九龍西，我哋係八號梁美芬團隊。堅守九龍西，梁美芬，大家堅守佢嗰、那個嚇，係咯，大家睇到佢慢慢飄過嚟嘅話，係咪很想要吧咧？真係啊，梁美芬呢一個偉大嘅城市大學嘅法律博士嚇，咁佢嘅夫君咧都係做呢個法律學院院長嘅，都幾嚇、啊、幾犀利嚇，即係呢個城大法律已經係名震天下嘅嚇，呢、這個港大、中大有法律系嘅地方，大家都各有評價，大家唔使講。我懷疑下屆律政司可能都係佢噶啦。哇！唔好咁講啊，真係好驚啊！而家唔係，我估梁美芬實力係唔止律政司嘅，政務司啊，係嘛？即係林鄭月娥都可以，梁美芬唔得。我諗住鍾樹根嘅嗰位係，好多人爭啊大佬！哇，好多人爭，唔係你預咗佢可以咧出嚟又蟬識一國兩制㗎啦，又可以嚇、就蔣麗雲、黃碧雲咧，係咪先？不過當然嗰啲後屘我哋會整個十大癲人啊、傻人啲系列嘅，要講要再選嘅，依家十大港奸。
係啦，咁梁美芬仲有啲咩咧？啊，大家如果仲記得嘅，有個懲罰選民論啦，嚇、嗯啊，當即係話如果個選民嚇、啊、選咗一個唔啱嘅人嘅時候咧，即係類似係自己受懲罰。即係如果大家仲即係可以幫我補充一下啦，或者就、嗯、另外就係最近一次嚇、啊、去主持呢一個嗰啲誒，即係。立法會的委員會會議的時候、啊、即他你會看到他那種跟人鬥的那種心是很強的、嗯、他明明自己去逾越了這個主席的那個這樣的份制，即未選到就先跟人夾時間，是啦，跟住另外就是說擅自去調、啊、調那些這樣的開會時間、啊嗯、另外就是去揣測那些與會議員的那些發言動機、嗯、這些全部是議事規則不給做的事他做了。咁啱啦，即係同梁振英好夾啊嘛，即係僭越係嘛，未登天子位，先至殺人刀，即係佢同梁振英完全係啊，即係臭味相投啊！佢自己就最中意上綱上線，佢就走去咧鬧翻阿湯家驊佢哋啊上綱上線，即係呢啲拗曬頭，即係我只能夠一句，即係三個字、嗯：重口味。重口味，佢阿媽可以開始把啲候選人名單上。破地獄 Facebook group 就俾大家投票，即大家聽眾啦，係咪已經覺得哇好難揀咧？即每人 最多投五票啊！咁四號候選人又係邊位啊？又好勁！我覺得咧，政府係好努力嘅，喺過去一百天裏邊，亦都大家睇到咧，係已經做咗好多實踐。咁我好相信咧，通過實踐同埋係做到實事咧，市民係對呢個政府咧係個觀感會越嚟越好。好，羅范昭芬 Fanny Law， 即係亦都有名叫 Fanny the Law， OK， 即係殘酷官吏嘅代名詞啊，可以話係現代。咁啊，大家知道啦，佢亦都曾經主管過教育事務啦。咁啊，但係咧，即係佢以前完全冇教學經驗嘅，即係但係咧，就佢喺做呢個官嘅時候咧，就走去讀咗一個嘅教育嘅 master， 咁就認為自己係一個教育界嘅精英啦。咁啊，佢呢個好典型佢嘅作風嚟嘅，以為自己 grammar 好咧，就可以管曬全宇宙嘅 ，OK。咁啊，即係喺九七之後啦，俾董建華調咗上嚟，由一個處長上到去呢個行政長官嘅辦公室，忽然之間由可以指手畫腳一個部門變咗做指曬全部部門都要聽佢話，所以咧佢呢個越權嚇呢啲越級指揮嘅行為咧，就從嗰個時候開始仲壞曬噶啦。咁啊，即係大家特色都知啦，咁佢就中意扯，形容我一個字就係、是嗯、即係佢就中意扯，中意越權嚇、啊。譬如話喺做呢、這個。即係教局嗰、那個，即係教統局嘅時候，咁佢啊試過產生，即係嗰個有個教院風波事件嚇，佢、啊、要指使當時嘅教院嘅校長啊莫禮時咧，就要約束啊葉建源教授嘅言論，咁、啊、即係一間學校入邊發生嘅事，邊可以由你一個官員嗌去收聲就收聲咧？呢件事、啊、最後搞到即係搞到要公開聆訊啦嚇，咁佢亦都受到譴責，不特止。他仲可以曲解呢個譴責，繼續認為自己係啱。佢話佢上訴到噶嘛，佢周圍同人講。呢樣真係好即係好離譜啦！咁啊，即係佢呢個人嚇、啊嗯，就算係去到立法會，又中意啊指啲議員，你好快啲過啦！呢、嗯、一種態度即係不可一世嘅。即係佢以為去立法會聲大大就可以咩？當日就我羅范昭芬，係、哎、真係啊！唔好俾我再見到你啊，羅范昭芬。咁下一個五號候選人。大家都是浸会人都要围住你插的了，事关你似住研究所自负盈亏，不受教资会监管，出现中商学界同行不特止，早派还整了一本中国模式手册出来。嗱，即係聽眾唔好咁快用曬票啊！自坑嘅都要我講曬，真係嗱，薛鳳璇呢個真係我要搶住嚟講，你唔好阻我你哋。係啊，即係我受害者嚟嘅，真係。即係薛鳳璇最嗱講兩單嘢，大家一定知道係邊個噶啦，搞細路仔細路。搞呢一個中國模式小冊子、啊、要搞國情，即係提供呢一個國情教育嘅素材嘅資源嚇，佢、啊、搞出嚟嘅、啊、大家嗰啲學民思潮啊、維政總啊，佢有份搞出嚟嘅。另外第二單最近藍皮書，香港藍皮書，矛頭直指香港嘅高等教育界，成個香港學術界，佢咧就係、是、誣蔑呢個中文大學嘅通識教育部咧，就係、是、勾結外國勢力、哦，即係有美國嘅資金去指使去制定教材、哦。即係屈你啦！嚇、啊，呢擺明屈嘅啫，佢教材我做嘅，我有份做嘅，大佬我外國勢力。哦，你外國勢力。嚇嚇，咁啊，即係。最好笑嘅就係咧，即係你嗌佢道歉咩？即係佢呢啲人就一樣都係好識得玩語言藝術嘅。而家呢個風頭火勢，即係全部呢啲咁嘅妖魔鬼怪咧，你見佢冇一個需要下台辭職嚟負責嘅。你嗌佢道歉咩？佢就話好啊，即係你咪證明俾我睇咯嚇。到我證明俾佢睇咧，佢就話
多謝你去補充咗我哋呢一個研究嘅資料。咁好啦，而家我哋決定咧就唔話中文大學係有外國勢力指使啦，我哋話某大學有外國勢力指使啦。咁、好嘢啊！呢啲即係無賴啦、即係一句一句講曬，呢、這個人喺香港受教育，香港大學受教育，去英國留學。OK， 即係生於斯，長於斯。OK， 翻到嚟回歸香港應該啊，佢唔係收曾憲子錢搞香港學術界。使香港學生老，佢又唔係好發達啫。呢啲損人又不利己嘅嘢，我會命名為賣港，即係港奸嘅行為。呢啲入列傳裏邊會入咩啊？會入呢個嘅宦官列傳喎，似乎。宦官列傳啊，宦者列傳啦，係嘛？嗰四句咪形容啲宦官個咯，係嘛？好，六號候選人有邊個？公投咧？冇聲。嗰啲個提出公投人啊，嗰啲無腦嘅。應該上啊，係嘛？你依係咪國家先？香港係咪香港共和國？唔係啊嘛，香港係我哋國家嘅一部分啊嘛，即係需唔需要翻譯咧？佢阿 Ben 啱嗰人講嘢。冇嘅，原來佢先係港獨之父，就幫香港改定個叫香港共和國嘅名。唔係佢講咧，之前我都未聽過人講類似嘅嘢㗎。鍾樹根改先定佢改先咧？我諗佢先啦、因為阿曾憲子咧就是、愛國商人啦，不過就殖民地法職嘅嚇，即係落嚟香港啊發達，而家就金利來集團嘅主席。咁、佢最出位就梗係愛國商人嗰啲愛國言論啦。最出名係即係鬧話李柱銘啦嚇，2004年咁啊就話司徒啊李。署名啊，張文光嗱，我哋當住民主派先啦，起碼嗰陣時都係啦，就話佢哋唔係搞民主噶，佢哋代表黨噶啫嘛。我啊，曾憲子呢啲啊，先至係搞民主嘅啫。咁、去到2007年啦，中國喺2008年就搞奧運噶嘛。2007年嘅時候啊，李柱銘就《華爾街日報》就發表《中國奧運機遇》，就即係其實批判翻香港咩中國其實搞奧運嗰啲唔好嘅地方。咁佢又出嚟鬧啦，又話連中國人嘅血性都冇噶。跑去外國請求人哋制裁中國咧，真係人格都冇。咁啊，呢啲都幾年前啦嚇。咁啊，最新頭先啊，陳博士都講到啦。咁啊，佢真係又出錢又出力嘅。咁啊，大家可以喺浸大網亦都睇到咧，其實就係佢捐咗150萬俾薛鳳璇嗰個咁樣嘅浸會大學嗰一個嘅當代中國研究所。講到明就係要搞嗰本叫做《香港藍皮書》嘅嘢。咁啊，而家。件貨都出到嚟啦，佢應該非常滿意好收貨嘅嚇，但係全香港人都唔會收貨咯。咁啊，呢啲就係即係一個愛國商人自己覺得啱嘅嘢，但係就其實用出錢出力就其實係影響香港人嘅啫，只不過係即係阿 Ben 講嗰就黑人曾憲子啊。即係雖然有黎瑞恩做收埋咗黎瑞恩，就唔關事嘅，都唔會加分嘅嚇。咁第七位候選人有乜水啊？有咩問題？我好朋友馮偉光，喂，係咪喺外國咧啲口音又係會變嘅？點解頭先發言咧又係歪曬？即係好似我咁啦。哦，你都係㗎，我外國。佢近排我懷疑，近排去台灣去得多咧，可能。可能係啊，嗱係啦，馮偉光，大家聽眾我諗最熟悉就係佢同鬱敏嗰一件事啦。咁其實冇嘅，佢就係呢啲可以話係私怨啫，就係佢係撩啊鬱敏咁樣，但係又屈啊鬱敏話佢打人啊成，卒之台灣咧都並沒有嘅告啊鬱敏係打人嘅。嗱咁啊講啲即係對即係即係社會性一啲嘅咧，佢哋嗰啲嘅衰嘢啦，佢係撐國民教育嘅，居然會。咁嗱另外啦嚇，即係應該話咁講，睇翻佢之前咧，三幾年前咧，因為佢一路都係民主黨嘅人嚟噶嘛，你只不過聽到佢啲言論咧係比較右少少嘅言論啊，即係唔係咁支持搞咁多社會福利啊咁樣成。但係去到呢幾年，似乎都見到啊喺民主黨嗰度冇乜前途咧，就越嚟越出位啦，撐國教不得止啦，仲申請埋呢個副局長啦嚇，教育局添啊，好似有人係啦，咁啊好彩就冇咗幾時輪到佢啊，佢呢啲唔係根正苗紅啊嘛。唔係佢做到都係好事嚟嘅，對於嚇即係。梁振英拉低呢個，快啲快啲冧檔嚇都好嘅。咁佢同鬱敏嗰個爭拗嘅時候咧，其實似乎好似冇乜人會企喺佢嗰邊幫佢嘅咧。咁信報嘅紀奧峰咧就出一個調查，就發現咧原來佢搞嘅一間 PR 即係企業傳訊嘅公司咧，就幫好多內地啊、香港嗰一啲嘅上市公司咧，就做企業傳訊嘅工作。咁就大家就會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啲言論係越嚟越？即係幫親政府啊，甚至乎為大陸
講說話咁樣，咁似乎呢個調查咧就俾到一個答案啦，即係原來都係為自己嘅利益嘅。即係總結阿馮偉光咧，我哋用 Barry 一百呢位網友講說話最好啦。馮偉光唔係港姦，係一隻狗。哇！即係呢個言論都幾好啊。主人都冇嘅狗。幾支持阿馮偉光啊？因為都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呢啲揾食格咧，退黨保平安，支持馮偉光，係嘛？搞個十大港狗系列啦，可能要留翻位俾佢先啫。但係佢而家好似入埋愛港力咁款喎，遲早㗎啦，遲早啦。即係新一代粉青馮偉光啦，咁嚟緊。揾食嘅，揾食呢位八號候選人真係揾食噶啦！我亦都覺得雙方都係做出咧非常之快現實，因為我睇唔到畫面啦。如果佢真係有功功嘅話咧，我收翻言論同埋我道歉。高志森啦嚇，而家輪到咁啊！著名電視啊、電影、舞台劇嘅導演啦，咁啊好奇怪咧，就係見到佢喺近三四年左右咧，就喺啲有重大爭議嘅政治議題咧，成日發言。咁啊，譬如睇翻高鐵啦，嗱高鐵嗰陣時個民意就比較一面到普通人都係反對嘅，而你會睇到即係撐高鐵嗰邊嘅集會咧，好零星嘅啫嘛。都有少量出名嘅人，就係佢咧就會上去站台嘅，咁啊非常之奇怪啦，唔知道可以有啲咩利益嘅。咁啊最難睇就係頭先嗰個片段啦，佢就佢就當然就唔中意啲人去反國教啦。咁就話有一日黃之峰同梁振英朝早曾經見面噶嘛，咁就話喂呢個咁樣嘅黃之峰啊冇禮貌嘅，咁居然唔握手，好冇禮貌。咁啊但係即係當然好多網民都知道事實嘅，就更正翻佢啦，就係話其實。黃之鋒是非常之叻咁樣，唔握手，但係用一個鞠躬嘅方式。咁佢聽阿高志森啊，聽到呢啲咁樣嘅反駁嘅時候咧，初初都話唔會嘅話，如果真係有鞠躬嘅話，我收翻咯，我道歉咯成。咁但係後屘當然佢都會睇翻電視片啦，就認錯啦，出嚟就話：，其實我話佢哋做 show 都冇咩唔好嘅啫。黃之鋒係做 show， 梁晶都係做 show 㗎，我都中意做 show 㗎，咁成咁啊死撐咯。不過高志森可能大家覺得唔夠班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啊，佢唔夠班。招援點啊？嗰兩即係佢有焦點啊！阿招援係咪先？今年九號候選人有乜水啊？又係勁嘢。至於材料方面咧，我相信個光譜咧係好闊嘅。李旺陽同埋六四咧，照計同我哋一國兩制咧係冇乜拉上關係嘅。咁毒奶粉嗰啲又同一國制？我諗你要明白，即係如果國內嘅生活情況啊、民生情況啊。在一個教育的內容裏面呢是未必一定要包括哇我條女喎、啊、Ben 有你女啊我契姐巴閉啦執業大律師啊就全國人大代表啊呢啲咁嘅位啦回歸前啊，佢曾經係四料議員，即係呢個立法會啊、行政會議啊、市政局啊、區議員啊咁樣成。咁啊，而且曾經係呢個交諮會嘅主席。咁但係咧，佢都可以話係香港咧，即係明目張膽官商勾結，俾人拉到落嚟嘅第一個噶啦。咁喺1990年咧，就即係全媒體就揭發咗佢身為交諮會主席，原來咧係持有一個的士公司嘅。咁有啲人又話佢參與呢個的士炒賣啦。咁而家啲的士咁貴咁啊，可能同佢都好大關係。咁去到回歸之後啦，咁都可以算係親共嘅紅人嚟嘅。嗱，近排嘅言論啦，例如有話五區公投咧，就係基本法就冇授權嘅，啲法律咧冇限制嘅咧就唔可以做喎。咁法律冇限制你食飯啊、屙屎啊嗰啲咁又唔做得啦嚇。咁呢啲咁樣嘅大律師。咁另外啦，再近排啲嘅就會話香港人的自由呢其實是內地賦予的沒有你賦予就沒有了不是英國人賦予的大陸給你賜給你才有的這樣成還有也都說政府啊真沒有什麼和應的聲音說完譚慧珠啊即是說十號候選人稍後會再說不過先看看片段我告訴你你現在嘗試一下測試一下有沒有歧視你很簡單你寫在網頁上面說我是同性戀者我相信呢、起碼我見到很少會有人 去罵的但如果你在網頁裡面說呢即是或者 Facebook 說我不贊成同性戀包括你好像在我在你那些網頁裡面見到你的 Facebook 裡面見到很多粗口爛舌對人身攻擊侮辱的說話出現了即但是呢對同性戀者其實我現在香港是相當之我們未必贊同那個行為但我們覺得香港是一個和平的城市大家有不同意見是互相尊重和包容這個就是靠教育來達成蔡志森我稍後要招呼他的那還有一位候選人真的勁是整堆他這個這班大家都要給他 good 字他Hey, Lord, you
人支持支持國民教育。三十半啊，好一半。嗱，佢阿 Mark 留翻極品俾你講啦。維園阿伯咧就係維園阿伯啦，咁維園阿伯咧一向都印象都大家都覺得佢好嘈啦、喧譁啦，甚至有時係會動粗會打人，攞把遮打，即係曾經試過好似打長毛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對於我揀佢做港監咧，其實最重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太民失啦，即係明明咧，我哋而家今日咁嘅局勢，明明就係因為政府嘅施政有問題，搞到今日咁嘅局勢，但佢已經助紂為虐，反而去幫政府幫政府講說話喎，咁唔話佢港奸，咁話佢咁仲有邊個係港奸？其實佢唔係幫政府講說話，佢鬧人。最近咪恰靚妹咯，呢班冚家產，靚妹都恰，教靚妹喊。靚妹喊。啊！如果真係忍唔住咧，我真係去維園去踩場舌戰群霸啊！真係要。當然，阿朱國良舌戰群魚係咪先？開拖唔好，我驚打死人係咪先啊？咁下一節咧。嗱，十一位候選人，大家又上 Facebook 破地獄個 Facebook 就投票，每人最多五票。當嗱最高票嗰五位成為十大港監頭五名。咁下星期我要再介紹多十幾位候選人嘅，就功能組別，今次係下次先直選分組點票嘅。最尾最高票嗰十位咧就成為十大港監系列，就逐個真正介紹嘅。咁下一節就再破地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破地狱主持：苏豪、林康正、阿 Ben、麦仔。好，翻嚟第二节，大家可以上人网讨论区或者 Facebook 啊，破地狱个 group 去投票，每人最多五票。悭啲使啊啲票数。好多人话点解冇四方西啊、何俊仁啊？下星期仲有其他候选人嘅，唔使太心急。我哋分组点票，而家先嚟 A 组嘅，下星期嚟 B 组。如果刘慧卿、何俊仁摆晒，咁阿梁振英咪冇定期，系咪先？所以大家就稍安无躁。拭目以待啊！下星期仲有其他候选人入 B 组嘅。咁今集咧，当然要讲下十八大啦。但十八，威克話係咪陶傑把聲係大嚿嚟嘅？唔係陶傑啊。咁十八大啦，即係阿胡錦濤嘅報告啦。有啲人話針對喺即係港澳嘅篇章方面咧，針對港獨嘅問題，咁有冇呢回事咧？即係咧，成個形勢咧，我諗係自從五區公投之後。是有很大的變化，即係中央的定調啊！即係佢哋個角度就認為咧，以前對香港太放任，所以搞到香港人咧就越嚟越唔聽話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佢重新咧有一個制定嘅策略，就係咧希望咧自此之後就強硬對待香港，因為佢對待香港強硬其實唔係考慮港澳問題啊，係考慮即係好擔心咧，就係香港嘅遊行示威如果越嚟越激烈嘅話咧，其實會波及到大陸。其實你睇到最近即係早兩年啦，即係廣州亞運嘅時候，其實佢講啲口號都係香港人講啲口號嚟喎，係咪啊？咁啊，去到呢個嘅烏坎村事件，亦都係咁樣喎。咁啊，而家開始即係全國各地都有呢啲嘢，佢維穩壓到一切底下咧，即係香港咧，即係放逐佢，即係唔需要太過介意香港搞成點亂。但係總言之咧，就要打壓到啲人驚為止。咁啊，希望可以穩住內地嘅陣線啊！即係呢一個係成個温啦，甚至乎係嚟緊咧，習近平啦、李克強啦嗰個路線啊，相信咧你睇到嗰啲人事佈局啦，譬如話警務處嘅長啊，禿英鎮啦，係咪啊？梁愛詩啲人撲出嚟啦，去到最後係阿 CY 代咗阿 Henry 係嘛？唐唐，其實成個係即係越走強硬嘅路線啊！佢哋希望即係大國勃起嘅心態咧。即係能夠覆蓋到成個香港。即係趙博士又講，佢哋係怕嗰個遊行示威啊，即係怕內地啲人就學香港遊行示威。但係依家我最怕係內地人唔學喎，因為依家內地嗰啲示威咧，全部有燒警車啊、衝閘門啊，係遠比香港係暴力十倍啊。係我哋要學嘢啊，咋？即係上邊擔心錯咗啦。甚至有啲官就話咧，越窮嘅地方咧，就窮山惡水出刁民，示威就越勁嘅。即係香港咧，反而就好和平理性，不如咧上邊啲人學翻香港啲遊行示威就更加之好嘅。但係即係坐衰三户啊，望秦必楚。咁啊，即係如果喺內地山區嗰度咧，其實你可以燒穿佢哋都冇人知。但係香港嘅傳媒咧，甚至乎國際傳媒能夠借助香港咧入到去咧，就能夠做到嘢出嚟。你睇下，就算
早年領喺呢個嘅烏魯木齊，或者喺呢個嘅呼和浩特，其實好大規模嘅蘇聯示威啊，但係最後都壓到落嚟，就係因為佢哋遠離咗香港嗰個傳媒啊嘛。咁如果你能夠第一，佢哋收編香港傳媒啦，喺即係近呢幾年啊做得好積極啦，係咪啊？甚至乎即係最近一陣間我哋講到嘅亞視體育，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策略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希望咧係全面收緊咧，就能夠穩住南方。穩住南方就能夠穩住全國，其實在他們的心態裏面，因為他們裏面的就算燒城殺掉了人，即他們都可以控制範圍之內、即其實共產黨一向最怕南方作亂，當時美國有計劃叫做分光而治的計劃、希望南方本理中人就在南邊統治，北邊就共產黨阻止中共就南下，所以看到其實南方一向反共的勢力是比較強的、所以為什麼中共是這麼怕廣東香港的示威和傳媒？所以你看到呢、就是、在、中共 建政數十年以來、南方的省委書記呢其實都是北方人、尤其最近你看到黃華華下了台之後呢、即是黃華華、即是本地人、都是換了、即是他的市長、省長都換回北方人、即是你看到他們對南方那種控制由李長春開始啦，一路去到張德江啊，到而家汪洋，其實都一唔會揾翻呢一個廣東人。本地人係啊，即係可以見到，甚至當年啊，喬石喺廣東係嘛，即係可以見到其實係對南方對廣東香港就好驚啊。但最近咧，你香港發生啲咩事咧，會刺激到呢個中共嘅頭腦啦。嗱，胡錦濤有三段説話就特別需要商即係需要諗下嚟。第一就係、是、港澳政策宗旨就維護國家嘅主權。第二就係、是、話。要防范和壓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的事務，外部這兩個字，外部的勢力、第三就是要香港人共享做中國人的榮耀和尊嚴。究竟香港有什麼外部勢力干預？好像聽了十幾二十年都這樣說、香港的外部勢力呢其實老老實實是有的、即很多檔案已經披露了出來了、現在即尤其是美國國會、究竟有沒有干預學術自由呢也都是有的、在中文大學裡面呢其實長期是受到美國的資助的、中文大學前身啊也都是啦是、這個耶魯大學等等的基金呢其實是來自共和黨的一些資金的、是長期都有、這個要強調啦，即這個你說即後來大學由那個聯邦制變回做一個受政府資助的大學、這樣的外國勢力就要走了，即譬如說浸會大學，現在你不會看到浸會真的會有錢下來，即等於 你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現在都不會有這個美國的資金在這裡。我想是用了另外一個形式、滲入了去學術，或者獎學金這樣，尤其是在傳媒、某些 大型的傳媒啦，是不是什麼集團那些啦，是不是什麼果日報那些啦，其實都是來自共和黨的資金的嘛。所以其實這種是美國呢，即你要了解它全球都有做的，香港是不能夠例外，而且香港是戰略性地方，這個在美國的、文件裏面就叫和平演變 的基金嘛、和平演變的策略嘛，其實是全世界都有做的，而香港是做得很多，而香港大多數的政黨即是民主派政黨都是直接間接是受助於這些基金會去做的，所以他們在90年代開始就大量投入資源，就希望可以拆反即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咁係近呢幾年嗰個檔案係披露得好犀利，無論英國嘅國會檔案啦，還是係美國嘅早期嘅檔案啦，亦都開始披露咗多。英國國會檔案已經幾乎開放噶啦，咁可以去查嘅其實。即係睇翻香港歷史啦，阿陳博士由辛亥革命啊，甚至國共內戰啦，香港其實喺度要推翻政權，喺思想傳播、接受外國嘅政府或者勢力去干預啦，或者資助咧、其實香港不嬲都係個基地嚟嘅。嗱，絕對係啊！即係你話，如果孫中山，你可以話佢都係一個美國勢力嚟嘅嚇，係佢喺夏威夷攞到美國籍。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從來係一個對國際開放嘅城市嚇，絕對唔會淨係得一個地方一個資金完全主導得曬。即係如果真係咁話，香港就真係變翻清朝時候一個嘅新安縣嘅一個咁嘅地方嚟嘅啫。自從香港開埠嗰一天開始嚇，無論喺英國人嘅治下，就算英國人管治嘅時代進入。香港的資金亦都唔止得英國，亦都有世界各國的資金。如果你話一個國際城市而家做生意，乜嘢資金都有。學術界好多學術項目的合作，即係七大洲五大洋嚇，咁啊，即係你都會揾得到。係唔係話有叫做一個嗱？呢、這個大家要注意就係話。有呢個美國資金就係一種罪名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呢一啲共產黨非常之中意安插喺人家身上嘅一個所謂假嘅罪名嚟嘅。嚇，唔好提話自己共產黨本身就係一個蘇俄勢力喎，即係發源先啦，就係話
即係如果嚇收外國錢就叫做係外部勢力嘅話 ，OK， 咁好啦，咁如果香咁好啦，香港你咪全部斬曬同外國嘅聯繫咯。學術全部同外國嘅嘢冇關嚇，係學似佢哋嗰班人話齋嚇，不如上堂都全部用曬講曬中文，唔准講英文，外籍教師全部趕走曬去，全部嗰啲所謂有外國人嗰啲咁樣嘅標籤斬得一乾二淨，就好似翻返去以前共產黨建國嘅時候閉關鎖國嘅情況一樣。咁係唔係就 OK 咧？即係其實咁樣做話，等於要香港自殺啫、嗯。即係其實陳博士，你係講咗心底嘅説話啦。即係究竟咩為之外部勢力干預你？係咪收錢就係董建華？當年都美國某智庫嘅智囊，董建華咪一樣涉嫌收美國錢？所以啲人話：咦，點解起迪士尼係咪董建華勾結外國嘅勢力？係啊，你話薛鳳璇喺英國受教育，跟住梁振英老婆又英國人，啲仔女英國受教育，跟住林鄭月娥嗰啲又係，唔好提啦。跟住習近平嗰啲，你話嗰班咁樣嘅中共領導人。幾多外部勢力進入咗呢個國家？呢一個任何國家擁有咁多多元化嘅人參與喺度，其實係一種光榮，並唔係一個。香港係國際大城市，有外國資金有咩咁奇咧？你中國啲高官啲仔女咪送去美國、送去英國、送去澳洲？大陸資金都大把進入喺香港度啦，又唔見有人話收大陸錢係咪先？所以喺成個中共個思維裏邊咧，佢哋近呢幾年投放咗大量嘅資源喺做統戰，其實佢哋嘅心目中就要抗衡呢個嘅歐美勢力啊嘛。即係所以佢哋係要即係拆喊捉賊啦。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最大，仲有啲檔案好搞笑喎。就原來咧，1970年代咧嘅末年啦，即係台灣啊，即係所謂嘅美麗島雜誌等人咧，其實係受中國共產黨嘅資助噶嘛。喂，其實呢個一如好似美國當年係資助呢個薩達姆一樣啦。其實全世界都做，全世界都有特務。香港係有好多美國特務喺度。咁啊，早期好出名就係所謂嘅 John King Fairbank 費正清以及佢哋嘅弟子啦。其實今天都仲有好多喺度。當然即係而家檔案。是要三幾十年後才公開啦，即係你話甚至國共之間亦都好多呢啲碟戰在香港發生啦。你話當年周恩來曾經嗰架機被人哋炸，其實個炸彈都係喺香港嗰度有國民黨特務裝嘅啫嘛。其實就即係一個國際開放嘅城市，有所有來自世界所有地方嘅人去參與嚇，唔好話介唔介入啊，去嚟參與我哋呢個社會係一件好正常嘅事。香港要撤除曬所有同外國嘅磁帶嘅話，就等於嚇我打個比喻，如果大家有睇過《讓子彈飛》一幕。是不是我是不是真的要切穿自己的肚皮证明给你看我只是吃过一碗凉粉呢？我是不是要自己完全自尽才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呢？我当然不会跟你们，即千万不要跟共产党玩这个游戏、OK？ 这个等于就是梁振英说我们香港不要封锁自闭，不要锁港锁国嘛。当年德川幕府就锁国，现在即胡锦涛这样的说话是不是要香港人要锁港呢？他说要外部势力干预嘛，即要防止壓制。其實我覺得佢語言係好藝術嘅，佢冇解釋到咩為之外部勢力。咁第時啦，譬如趙博士，原來你學生有美國人有英國人咧，就屈你有外部勢力都唔奇喎。根本外部勢力呢四個字咧，就為23條做準備。如果任何人譬如有收外國錢啊，或者同外國有聯繫，譬如有美國佢護照都可以隨時，因為呢四個字 email 有聯繫都唔得噶啦，可能。所以你見到其實最大陷阱係根本啲外部勢力呢四個字咧，係留俾23條去做嘢咯。呢個係我嘅見解。呢個係統一戰線嘅策略，即係佢要透過從來都係咧共產黨透過敵我矛盾啊，即係話製造一啲敵人出嚟，即係有冇咧都可以放大嘅敵人一定有啦。但係佢將個敵人無限放大而團結內部，咁啊希望即係23條係其中一個做法啦。第二就係要團結而家所謂嘅土共啦，土共勢力。希望土共勢力可以主導咗香港嘅事務，即係佢哋嘅諗法係咁樣，因為一直係挨打嘛，而家佢哋係反擊嘅時候，你見到呢2-3年，尤其喺五區公投以後，你見到佢哋個策略係希望反擊嘅進行。係啊，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呢個咁嘅字眼咧，我哋會睇到就係用翻嗰個藍皮書嗰個説話講啊，胡錦濤呢一句咁嘅論述咧，係為呢一啲咁樣嘅打手啊，提供一個非常之暢通嘅空間嚟去介入香港嘅事。冇錯，即係呢個就我想講嘅 point 就係咁啊。胡錦濤外部勢力呢四個字係語言藝術，係根本貨23條貨啲打手去做嘢，網絡罪名嘅。咁佢又話啦，共享中國人嘅尊嚴同榮耀其實係指啲咩？究竟趙博士，你係教中文教中史啊？
我哋中國人係有咩尊嚴，有咩榮耀？即係如果喺胡錦濤心目中，咩為之尊嚴同榮耀咧？中國人咧，即係我搞中文啦，我理解中國人就唔係而家嗰啲中國人啦，而家啲我哋叫從來都唔叫中國人嘅，嗰啲大陸人。咁當然大陸人裏邊都有啲中國人。中國係咩啊？係華夏啊嘛。華夏係講咩㗎？係講仁義禮智，人之與禽獸者己稀啊嘛。咁而家內地嗰啲就唔係中國人啦。但係其實佢呢個做法咧，或者佢呢個講法好簡單嘅啫，就希望共榮共辱。咁即係咩意思啊？崩水崩到你喊為止，係嘛？即係等你係有奶便是娘啊！香港人即係佢哋嘅眼中啊，百九幾年嚟都係有奶便是娘嘅，冇錯，係嘛？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只要崩水崩得咁上下啦，你嘅班友就即係俾佢揸住啦，係嘛？咁啊，到一發癲嘅時候啦，香港話要搞咩獨立啊，咁你咪刪你水喉咯，刪你水喉，你三日都過唔到啦，係嘛？喺佢哋嘅心目中就咁揀啫嘛。即係其實呢個中國人嘅榮耀同尊嚴咧，就中共佢政府咧就好怕啲人舉啲咩港英旗啊、殖民地旗啊，甚至話你愛香港人，我唔係中國人，點解中共政府會咁怕咧？因為第一即係喺如果你話你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即係表示你承認殖民地。咁喺1981年啦，唔係1971年，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正式加入聯合國，就正式申請將香港、澳門剔除殖民地名單以外。當時英國、美國都唔反對，都係支持嘅。咁結果，如果係喺香港，邊個仲係香港殖民地或者留戀殖民地咧？邊個就屬於搞港獨、搞分裂？咁第二啦，即係喺呢個咁嘅英國人，當年就1981年就呢個英國國籍法例就話。香港人是不屬於英國的公民，在英國是沒有居住權的，即表示你香港人根本就不是英國的公民啦。你不是英國公民，你遲早在中共心目中你要回歸這個中國，即你就是中國人啦，就將中國公民或者中共的子民就等同中國人，所以誰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或者以香港人優先呢，就等於否認中共的政權。係啦，我又再補充一點啊，即係佢嗰個字眼講到要你哋分享到中國人嘅尊嚴與榮耀，即係點解咧？即係如果你分享唔到話咧，我就呃你要。即係咩意思啊？咪即係話擺正旗要行國民教育咯。如果你有人走出嚟講，我唔係我分享唔到，我拒絕接受，你冇得拒絕，我夾硬屈你食。而在學校、在傳媒鋪天蓋地咁嚟，所有嘅嗰啲唔榮譽啊啊嗰啲咁嗰啲事件咧，全部滅聲，跟住就一面唱好呢樣嘢咧，你會睇到話國民教育嗰啲嘢咧，嗰種咁樣嘅宣傳攻勢，只會有多唔會有少。但其實而家香港咪有港獨問題，因為其實唔係近呢兩年講咯，係回歸即係不嬲《文匯報》啊、《大公》啊，都不嬲都有文章，劉滿雄都出文章話香港人搞港獨啊，邊個爭取民主搞港獨？因為由當年嘅楊慕琦即係案啦、由甚至係由得1985年嘅香港政制藍皮書綠皮書啊，甚至係呢個麥理浩原本想搞呢個行政局立法局嘅改革啊，甚至八八直選啊。只要是單方面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選舉、政制改革咧，都被視為搞港獨嘅。咁究竟其實香港係咪真係有港獨問題嘅存在咧？劉滿雄就話證據確鑿，甚至陳再義就話港獨勢力抬頭。究竟阿趙博士以你見解？在香港邊啲為之港獨嘅勢力，係咪真係有呢一回事咧？嗱，回顧翻歷史先，即係講呢個問題，唔能夠唔講歷史。咁啊，港獨呢個問題咧，其實即係好早年已經有啦。咁啊，即係我哋香港人咧，成日舉嗰啲即係近來啊，舉港英旗出嚟啦。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我哋從根本嘅問題，點解中國大陸係咁反感？因為其實佢係挑動緊成個中國人嘅情緒啊。因為中國咧，今天嘅立國咧。他已經是不講馬克思主義嘛，不講馬列毛了嘛，他唯有講咩？講民族主義 nationalism。他要透過即係百幾年的屈辱啦，就説明話我哋中國人而家終於站起來了咁所以如果你仲喺度搞殖民地旗嘅話咧，其實你係挑戰緊佢嘅統治權威，所以佢係不能夠容許嘅。咁而香港第二個問題，到底有冇港獨咧？喺80年代啦，當時咧81年、82年嘅時候傾呢個嘅即係中英會談，咁啊講呢個問題咧，當時香港咧有啲嘅議員啊，或者一啲精英啦，去咗英國國會啊，咁啊當時提出以呢、這個。主權換治權，咁有其中幾個人好出名啦，李柱銘啦，李鵬飛啦，等等呢啊鍾士元啊等等呢啲人物，咁其實呢個亦都係變相獨立嚟噶嘛，其實呢個就等於澳洲係嘛模式或者新加坡模式嘅變相獨立，其實港獨呢個問題一直都存在。但係唔能夠中共係唔能夠容許，而英國人咧，即係我哋最近咧好多人都懷念英國啊，咁但係英國人係撲街嚟嘅，
英國人從來都是撲街。咁啊，但係點解我哋會懷念呢？呢個心理學有解釋嘅，即係你透過而家嘅不滿咧，你要反射翻以前嘅美好嚟塑造。即係你而家個老公咧，日日拳打腳踢你，你突然間諗翻起對上嗰條仔，佢雖然欠咗30多萬貴你，要我咩咧？咁但係佢 OK 錫我嘅喎。咁所以呢一種咧自我投射咧，就突然間覺得英國人好好啦。英國我話俾你知啊，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佢提出咗三環外交政策。所以三環外交咧，第一環就要緊扣美國啦，第二環就緊扣歐洲，第三環就係咩咧？一啲嘅遠東國家，其中就係中國。英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同佢建交嘅西方政權嚟嘅，應該係即係英美式西方政權啊。咁所以其實英國人從來都係以出賣香港人利益為佢自己嘅本錢。即係當然，英國三環外交就少少似美國當時總統艾森豪威爾嘅，就要去到中東有勢力而有發展，甚至係同當年嘅即係延續呢個門羅佢。即主義，即要將拉丁美洲成為美國的 後花園，甚至尼克遜開始了，在1972年搞桌球 的外交，甚至79年即卡特和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其實都是某程度上都是幾驚蘇共 的勢力而出現的。咁講翻港獨啦，阿陳博士，即係根據阿趙博士所講啦，根本就唔成氣候啦。喺你心目中，究竟有冇人真係搞港獨咧？嗰啲龍思琪啊，甚至香港自治運動啊、陳雲啊，嗰啲係咪搞港獨嘅咧？嗱，即係由遠少少講翻啦，即係你話去到中英聯合聲明時候，頭先你哋提到呢個主權換治權，有人要同大陸講數呢啲咁嘅嘢。即係如果你話回，即係好多，譬如話比較年長一輩回憶翻嗰個年代。其實當時香港人的心態絕大部分都是倒向呢個民主回歸派。民主回歸派是掌握了民意，即是話佢係好真心地寄望國家好，希望國家將來有民主。我回歸就是一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的還，即係向歷史交代的一個行為。即係點解佢哋，即係點解唔好話佢哋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即係曾經係分享咗同一個咁嘅諗法，就係話即作為香港人是會支持，即當時很 長期以來我們受的教育都是說我們會接受中華大一統這個思想。我們會無意識地去接受的就是總之呢不團結就會被人欺負，團結呢就是會強大的了。我們很期望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強大的國家。所以這一種這樣的思想一路延續，即由180年代其實一路延續到90年代甚至乎千禧年左右，一路都是在香港人心目中是佔最主導的地位。但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啦，為什麼原本支持民主回歸的人都這麼失望呢？首先就想想回歸咗啦，香港人向歷史做咗交代啦，但係民主又冇嚟到咧嚇。香港人回歸咗大陸啦，但係香港人原本有嘅民主又冇回歸翻俾香港人咧，就冇。所以講真，即係其實對於好多支持咗民主回歸派咁多年嘅人嚟講，個心態其實非常之失望嘅。即係老一輩有老一輩嘅失望，後生嘅一輩佢亦都睇到當前香港嘅政府處理下大陸政府同香港政府嘅關係點樣對待香港人。這個普選問題拖下又5年，拖下又5年，15年過了，20年都來了，一直都沒有。即對於香港無論在政制上、經濟上、管治的失望，就會是回就好像剛才Gavin 所說，就會不其然想像到可能前朝的時候有些日子還過得好，起碼可能政治都算開放，我不需要擔心英國人對我言論會做什麼制約，跟住甚至乎經濟上更加不用說，80年代90年代香港經濟最高峰期，現在很多時候都是回憶想當年是幾咁好的，即是你說是不是說舉之龍思琪出來那班就要堂堂正正搞港獨，首先那班很多都是後生仔，即是很多時在殖民地時代的時候他們沒什麼記憶，只有幾歲，那為什麼他們會走出來呢？但是他們可能純粹是看到以前的一些好的東西，當然也同時間有一些以前不堪回首的東西，他們也不是很清楚，那就很多時候就是透過去將他們的理想投射在過去香港歷史那裡去表現出來一個行為，是不是代表他們願意為了港獨這支旗 去上山搞革命呢？絕對不是咯。即是我補充一下趙博士，我即係從兩個層次去講啦，即係試下做一個 predict， 即係呢個港獨問題咧，其實係嚟自即係男女關係嘅問題。即係男女關係係咩咧？即係對方如果出去滾咧，或者出軌嘅話咧，你就嘗試管佢啦。你越管佢咧，佢越出去滾嘅喎。
係嘛？或者你越管佢咧，其實關係越唔 stable，、越唔 stable 你就越管佢。咁、所以咧，而家即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啦，係嘛？即係大陸要全面收緊啦。咁你睇到咧，嗰種港獨嘅勢力只會越滾越大。嗰種港獨嘅聲音咧，好似台灣咁一樣。即係台灣民進黨係咩時候上台啊？就喺呢個嘅啊李登輝同埋呢個嘅啊、即係大陸啊，係搞緊呢個嘅炮艦政策嘅時候係嘛？即係軍事演習嘅時候。即係陳水扁先上到台，因為你越緊對方越唔 stable， 越唔 stable 對方越反叛啊嘛。人性就係咁樣嘅。咁所以我睇到梁振英上台之後咧，呢種港獨嘅政策即係心態咧，只會係日益咁膨脹嘅啫。呢個係第一個 predict。第二個咧，我就再 predict 到呢、這個亦都會咧，最後亦都引發到大陸越嚟越覺得你控制唔到啊，佢只會再一步收緊你嘅言論自由，直至到佢一發不可收拾。咁所以呢個係歷史係多麼相似嘅，即其實我係想講係所謂嘅港獨問題，係咪真係有港獨咧？好多人咧就學阿陳博士所講係失望啦，因為中共對香港講得最多邊十六個字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繁榮穩定，十六個字有邊個字係做到嘅？冇，數唔到。呢句説話，一國兩制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係冇，因為土共佢治港嘛。但我最頂唔順係邊個？劉夢紅佢話：依家證據確鑿，有啲人真係搞分裂法、搞分裂國家。因為有人咧就舉住支龍獅旗，有人就嗌中國人滾回中國去。咁我想問下劉夢紅，一個人明明住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咁當年就游水嚟香港殖民地。英國的地方，冇錯，嚟英國人的地方，呢啲算唔算叛國？呢啲算唔算分裂國家？唔緊要，因為當時移民潮好多人都係咁做嘅。但係九七回歸之後，劉夢紅上商台，上唔少電台就話啊，當年我游水落嚟啊，以逃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嚟到香港殖民地，去生存生活為榮耀咧，即係共享身為殖民地子民做尊嚴同榮耀咧，呢啲算唔算叛國？所以劉夢紅話人搞港獨嘛，其實真正港獨之父就係劉夢紅，即係容許我以呢個咩選舉論壇嘅 mood 去講三句佢説話。喂，即係預告埋啊，港姦系列有佢份嘅，即係佢份啊，即係佢游水嚟到香港，喺香港成就咗佢自己嘅事業啊，即係。但是他而家做的事就是拆毀一國兩制、okay? 所以港姦系列走不甩過去。即係用翻三句説話嚟總結呢個劉夢紅啦。劉夢紅滾回大陸去！劉夢紅滾回大陸去！劉夢紅滾回大陸去！好，可王正，真心英雄劉夢紅。好，下節再見。今時今日。妖邪当道，狗官满朝，要帮他们打开地狱之门，送他们一程。政治局常委和军委会都是江泽民派系全部赢晒的，对一陈再以刘梦红涉逢树之流，全部香港人心目中过街老鼠，一文不值。破地狱主持苏豪、林康正、阿 Ben、麦仔。好，翻嚟第三節，阿 Soho 打招呼先啦。喂 ，Hello， 翻到嚟啦，終於都唉幾驚啊，真係翻唔到嚟。你知我見你唔到，玩唔到菊花啊嘛。冇錯，即係佢等你翻嚟講。嗱，陣間我哋留翻十分鐘，就係講呢個光膠嘅案，你就合作一下啦。即係我哋套合拍啦，喺光膠上係咪啊？係。咁就係啦，即係。你啲網友都掛住我啦嚇。網友都掛住 Soho 啦。咁就亦都講即係啱所謂嘅港獨咧，有咩即係怕咩龍獅旗？佢唔係怕龍獅旗，根本啲人反國教。中共就講你反國教等於反中共，中共根本就唔係要嗰啲人去咩真真正正認同中國人身份，即係要求香港人去麻木擁護支持中共嘅一黨專政。所以點解中共係唔會真係推崇咩中華文化、華夏文化，完全冇，係只係要搞國民教育，要香港人麻木支持中共咧？其實根本屬冇咩去中國化，冇咩港獨。由反國教呢單嘢，中共就覺得香港人養唔熟嘅，根本就係反中共，係反對中共嘅一黨專政，所以先搞咩港獨佢議題，為23條去準備。呢啲咧喺中國歷史上咧叫做陪神政策，陪係即係陪伴嘅陪啦，陪酒嘅陪啦，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譬如話宋朝咧統一天下之後咧，喺以前南方嗰啲咁嘅人咧考科舉咧就要考隔幾年先考一次喎，就唔能夠係正常咁考喎，同埋考到咧個官位咧都肯定係低啲嘅，即係中共係而家希望係全面打壓香港都係用咁嘅政策，即係咩意思？凡係香港人咧以後咧
咧就麻煩你係嘛，刁難下你。你翻到大陸啊，即係去東莞啊，揼下骨啊，咁可能咧就加強呢個檢查係嘛，加強檢查。啲錢加貴啲啊，或者係咯，或者收香港價錢啦，服務費係啦，加翻。咁即係又係變翻次等公民唔係嘛？係啊，而家佢哋係。即係希望用呢種方法嚟改變以往咧，即係佢哋覺得已經皇恩浩蕩咗咁多年啦，你哋班蟻民都不知進取係嘛？冇錯，咁所以一定要搞你哋㗎啦。即係仲反國教幾十萬人，即係正總圍我，九萬人上街示威，呢個群眾路線係反中共嘅教育咧，其實係中共最怕呢一樣嘢咧。佢靠呢樣嘢起家㗎嘛？冇錯，即係不過呢個港獨我哋可以下次再商討啦。嗱，佢阿媽仔今個禮拜掹住金州，你哋準備咗啲咩咧？你冇咪喎，唔記得咗你，係我多咗位唔夠咪添，好無奈啊！咁就講下亞視嗰啲嘢啦，咁就聽下我哋我咁嘅 segment 啦。點咁 hea 噶？抹住一周，破地獄，抹住一周。亞視嘅前身係麗的影星同埋麗的電視。麗的影星喺1957年5月29日正式啟播。成为香港第一间电视台，更加是华人地区的第一个电视台。不过当时丽的影星是以有线传播，需要安装线路才可以收看，而且更加要给月费25元，大约是等于当时一个警员的月薪。所以当时丽的影星的电视用户不多，只是得640个。之后无线电视成立，免费电视吸引了大批的观众，令到丽的影星流失大量观众。其后丽的影星进行节目改革，慢慢亦都增加翻观众人数，估计全盛时期大约有10万个租户。不过当时的电视市场被无线电视的免费电视主导，于是丽的影星都在1973年由收费电视转为免费电视，同年亦都改名为丽的电视，当时分别设为丽的中文台和丽的英文台。不过丽的电视的收视一直都未如理想，甚至1975年才开台的街市电视收视亦都比丽的电视为高。直到1980年，丽的电视以多部王牌剧集，包括《大地恩情》、《IQ 成熟时》等等，令到丽的嘅收视有所突破，更加一度超越无线电视。可惜的是，随着呢啲王牌剧集播映完毕，丽的电视嘅收视又再次下跌。去到1982年，邱德根注资丽的电视。将丽的电视改名为亚洲电视，其后亦都更改频道名称，中文台叫做黄金台，英文台叫做钻石台。但是去到1989年，林伯恩在邱德根手上买了亚视的股权，入主亚视。他入主之后更改了亚视的台徽，中文频道改为本港台，英文频道改为国际台。在80至90年代，亚视的收视虽然未有大的突破，但在这个时期亦都曾经制作过多个经典的节目，为人津津乐道。但是自1998年之后，亚视股权多次易手，先后由大陆商人吴晶、封小平、查茂星等等持有，到近日由王晶持有。但是亚视经过多次易手亦都未能够扭转弱势，收视未见有起色，整间电视台年年亏蚀。亚视不会被淘汰，如果亚视被淘汰肯定是最后一家，我不怕亏钱，我准备赚钱。亚洲会主办的这个活动已经接近到尾声了。大会安排歌舞表演，说要以娱乐的方式，要求政府否决发牌。亚视主要投资者王晶也都有出席，仲不时举起写上否决的标语牌。而亚视执行董事盛品如就话，如果再发免费电视牌照，会造成恶性竞争。街市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证明噶啦，已经系三间电视台就一定系会有执一间会执嘅，呢个第一。第二咧，你睇下过去嘅其他，譬如话台湾嘅一电视啊，或者一啲好似最近大班嘅数码电视台啊，如果贸贸然发一个牌照出嚟，最尾经营唔到。又要三門嘅，對香港同埋對嗰啲同行咧，都唔係一個好處。前全國政協委員劉乃強就為活動站台，佢以報業為例，話過度競爭會影響質素。而家咧就係劣幣去驅良幣，有啲有收費嘅報紙，佢點樣生存落去咧？越嚟越民粹化，越嚟越要挖盡取寵。越嚟越要走低俗嘅路線，
嗱呢啲咧就係、是、好明顯係直接嘅後果，啲惡果。期間，立法會議員毛萬正到場，質疑舉辦活動唔恰當。攞住亞視呢個免費電視牌咧，喺度現場直播一個節目，而我個人感覺咧，入面係似一個內容啊，係似一個政治廣告，否決其他嘅免費電視牌嘅申請人咧，呢個係絕對不公平，因為你係既得利益者嚟嘅。王晶離開嘅時候就一度同毛萬靜爭執。回回去，又说反对发牌并不是担心蚀钱。发新牌就是灾难的开始，亚视不会被淘汰，如果亚视被淘汰肯定是最后一家，我不怕亏钱，我准备赚钱。而亚洲会就已经致函行政长官要求否决发牌。亞洲電視在今年的意願就住當局建議發出三個免費電視牌照，人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法庭最後駁回申請。而申請緊免費電視牌照的城市電訊就發表聲明，話增發牌照對市民和業界都有裨益，而為了配合業務發展，將會不斷增聘各方人才。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道。即其實呢段片就不是看亞視，是看陳嘉欣。哎呀，唔怪之啊，你應該報翻亞視報呢單嘢啊嘛，你播 TVB 嗰個睇陳嘉欣。睇人跳舞嘅，不過蘇豪，我俾兩分鐘，你對亞視呢個集會或者呢單嘢有咩睇法？係咪喺隔離睇兩翻緊工？我嗰日就其實咧就走咗噶啦，所以就無緣咧見到嚇佢哋喺嗰度跳 Gangnam Style。咁咧就即係好多網友都覺得係即係好搞笑啦，即係一嚟嘅 share 嗰段片咧，好多人見到就哇大佬即係，不過最奇怪我都覺得係王晶其實係咪真係投資咗好多？钱咧，所以咧就其实真系佢真系好捻惊。你唔使惊，佢话佢唔怕蚀钱，佢唔怕蚀钱，佢唔怕蚀钱就唔会落嚟跳舞啦，大佬。做乜唔怕蚀钱嘅系嘛？唔系，不过佢一句，不过限弹药噶嘛，佢呢啲。不过佢一句嘢咧就讲完出嚟，好多人就笑佢啦。但我觉得其实几有道理。佢话咧，所有电视台执啊，亚视都唔会执呢样，我又几信。因为通常咧，可能 TVB 逆咗手啊，但阿爷可能都未逆手噶嘛，咁所以继续有钱泵落去噶嘛，所以 ATV 可能系真系最咩个倒台。如果亚视要执，十年前执咗啦。系咯，廿年前執咗啦，到依家唔使執。咁亞視係曱甴嚟嘅，打唔死嘅，曱甴生命力啊非常之厲害。所以就算阿張家輝點恥笑佢都係冇用嘅。但呢次集會咧，好似阿 Ben 有啲人話係違反啲條例喎。係咁啊，嗱個集會本身就唔係違反咩條例，最大問題就係亞視走去播啊，直播呢個咁樣嘅節目。咁啊嗱，我諗網友大家都睇到呢排瘋狂咁 share 呢樣嘢㗎啦，就叫做即係廣播條例入邊咧有個叫做節目標準嘅，其中第九章咧其實就明確咁樣講咗就話咧。持牌啊，即係呢啲免費電視牌嘅人咧，要確保新聞節目或者有關香港公共政策同埋備受香港公眾關注嘅具爭議性嘅議題咧，係要適當地持平。嗱，咩叫適當地持平？佢都解釋埋嘅，佢唔係話即係唔同意見講嘅時間要一樣，即係唔會話咁高嘅要求。佢只不過就係話咧。不同的意見盡量都要起碼都要提一提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啦，亞視嗰個節目咧，亦都唔係個人意見節目喎，佢冇講明啦。事實上嘅性質亦都唔係個人意見節目，佢就只係一面倒咁樣講，就話哎呀唔應該發牌㗎，唔好咁多競爭啦咁樣。不過呢個嗱，佢就有個好醒目嘅走站位嘅，佢又用一個咧所謂亞洲會啊嚟做一個 show， 咁啊變相咧就令到咧就即係好似亞視就只係轉播一個譬如一個 function， 可能即係其他任何一個 function， 可能佢即係亞洲會搞 function 啫，咁佢咪轉播佢咯咁樣，咁樣就變。可以避過咗咧所謂嘅即係廣播條例守則，咁但係雖然即係可能就算佢避過呢啲嘢咧，佢都有一個即係可有個操守要遵守嘅，所以即係就算你點講，係啊點講啊亞姐咩嗰啲咩亞洲先生嗰啲藝員嗰啲高層，然之後你話唔係亞視嘅嚇，咁睇下邊個？唔係我好同情嗰啲嚇。講亞男啊嘛，唔知亞洲先生姐啊嗰啲啦，即係我都好同情你哋。亞家保鏢啊，佢哋應該係真係慘。不過你話亞洲會其實俾人發現啦，個地址就亞視大埔廠房嘅，嗰啲會長全部亞視高層嚟，根本同一班人。喂，就算你揾人揾個空殼公司都整靚少少，唔好報翻亞視嗰個地址啊，大佬有冇咁蠢啊？咁當然即係呢單嘢，阿趙博士，我見到 有咩想發表咧？即係智慧和操守咧，係唔係用在亞視身上噶嘛？我哋講呢啲嘢，梗係浪費時間，係咪啊？其實係，其實成件事咁荒謬咧，其實你好難相信嗰啲高層係唔明白做呢啲嘢，只會越做越難睇。咁佢真係唔明。如果佢明白，就唔使搞成咁啦。我意思係其實佢係明白，但係其實佢只不過係有人叫佢哋要去做呢啲嘢。例如咁樣做可以令到其他啲示威要求快啲發牌嘅人就即令到市民覺得咯，誒啲示威都係咁無聊噶啦，都係搞事噶啦，膠化咗件事。係啦，其實黑
意去交犯嘅時候，佢明知冇效嘅，但係可以令到對方做嘅嘢都係冇效。其實咁，我覺得咁樣比較似啲樣啲。因為佢已經係攞住個牌喺手㗎啦，佢唔怕啊嘛。冇錯。擺翻個大策略嗰度咧，其實你近排見到咧，法輪功側邊硬係仲有啲即係外國人士喺度啊嘛。青年其實連咩嗰啲愛國會嗰啲阿伯，係一個老年就青年關愛協會嗰啲。唔係，其實呢個係成個大策略嚟㗎嘛，即係所有嘢都要反示威係嘛，要主導翻個發言權。冇錯。不過佢張 banner 同佢好似樣，可能第時反佢啲都要整翻啲。根本要木運珠，運珠係啊！咁當然，盛品如講過三個例子啊，話點解唔發牌？一電視啦，鄭大班嘅數碼電視台，我唔知咩嚟嘅，我冇聽過阿大班嘅數碼電視台，所以呢個可以作廢啦。咁仲有街市同埋用呢個台灣一電視嚟做例子，陳博士，你覺得係咪好荒謬咧？嗱，我即係首先，我呢個年紀咧，我都唔係好熟街市嘅啫，我唔明佢會熟街市熟過我，咁即係我好懷疑嘅，即係街市當年發生緊咩事咧，我都要問翻我阿媽嘅。其實街市咪有梁小龍咯，鄭裕玲咯，係咯，米雪咯，係咯，噏得出都巴閉啦，你哋我諗唔出啊，即係多少少都係一啲政治嘅原因，所以先至即係三個台唔可以咁樣生存到嚇，咁即係佢哋有個講法好奇怪嘅，即係話係濫法啊嘛，即係法第三個就係濫法啊嘛嚇，即係咧佢喺佢哋心目中啲人就係咁樣嘅，即係咧一個咧就可能太難睇啦，一個電視台就會俾你話壟斷，咁好啦，兩個咧兩個就有競爭啦，但係咧多過兩個又難控制咯。三個咧，所以就叫濫法，即係喺佢哋心目中。即係佢哋個邏輯又真係濫法喎，估唔到咪濫法。兩個夠曬數啦，真係。係啊，佢哋嗰度二人世界嚟噶嘛，唔能夠第三隻介入。喂，其實咁講嘅，我咧喺某程度上都係支持兩個台嘅。咁佢哋交牌出嚟，俾黃維基做咪得咯？係咯，都得嘅啫。咁李澤楷咪冇咯？咁李澤楷集曬街嗰邊咪李澤楷咪得咯？咁到時就亞視嘅人唔好立場噶啦。咁我哋中意點就點。即係你話即係盛品如出嚟講嘢，你睇下對面英國叫 BBC 個新聞之夜節目，即係到咗失真啊！啲材料係錯啊！即係屈咗一個政黨高層嘅，以前曾經犯一啲色情嘅事嚇，咁但係就查無就此事，即係都要落台啦。基金會嘅主席啊，彭定康都要出嚟道歉啦。然之後嗰個反折不保啦，係啦。咁啊，然之後嗰個應該係主席啊嘛，亦都即刻落台。甚至彭定康都可能佢落台。你睇下盛品如，你睇下ATV 焦點抹黑學民思潮40,000+投訴，江澤民。嘅死訊，再加埋啲高清頻道有兩個亞視自己去放棄嘅，甚至亞視整到娛樂無窮呢啲節目狂碌有收視應該高啲啊！真係有唔同嘅，真係有唔同嘅。BBC 有人睇，亞視就真係冇人睇。如果但係你頭先講嗰啲全部都提高佢收視，我要幫亞視平反啊！40,000+投訴咧，肯定造假，因為從來冇40,000+人睇亞視。咪就係咯！如果你盛品如喺英國，你晨早落咗台啦，仲有講嘢，咁又講埋咩？黃晶就話我唔怕蝕錢，我準備賺錢。咁你使乜驚人發牌咧？胡欣威話亞視唔係冇人睇喎，你咪更加唔使驚人發牌啊！你冇人睇先驚人發牌啫嘛。好似係佢嗰個節目先係零點喎，嗰陣時。真係最搞笑，你話街市喎，你話街市失敗啊嘛，三個牌照，即係表示加多啲牌照對你亞視都冇影響。咁你怕咩？佢發牌咧，係咪先？蘇豪，你睇其他國家。幾多牌照？好啦，嗱，講講最多嗰先啦。又印尼咧，原來咧有11免費嘅電視台。咁澳洲咧就有9，泰國6，菲律賓6，台灣5，即係日本有5，即係呢啲南韓有4。咁啊，呢啲都係近香港嘅地方啦。咁都有好多。台灣如果計埋地下，多到都數。即係幾十、70，成超過50啦。係啦，咁你得新加坡得1咋？即係你所以你咪亞視係咪想揾家計會嚟幫我做宣傳咧？一個嬌，兩個妙，3斷。斷膽挑啊！4吃不消，係咪想咁樣？即係牌照2以上頂唔順咧。不過咧，成單嘢我最嬲，即係如果大家有 Facebook， 你見到其實我鬧咗佢好耐嗰個亞視一出新聞就鬧王晶。當毛孟靜、范國威去嘅時候咧，王晶叫你滾回去普通話。普通話嚇最緊要。滾回去咁啊！跟住喺仲要匿埋喺班。亞洲男士佢保同我打佢，同我打佢嗰種。後面喂，你要打人哋，你去前面指住毛孟靜個鼻嚟鬧啊嘛！你咪縮頭烏龜喺成班大隻馬男後邊先敢鬧人啊嘛！再講普通話雲鬼豬喎、啊，大佬喂，王晶唔係喎，佢啱喎，嗰度係正總門口嚟嘅喎。係咩？係啊。正總門口，你講普通話嗱，蘇豪話你啱，可能正總因為赤化咗啊。但赤化咗，王晶呢度都係香港。如果你想叫香港人走咧，就唔該你用翻廣東話。嗱，我教精你滾回去嘅廣東話叫做攣翻去，但我唔會叫你黃晶攣翻去啊！嗌佢你嚟，我就會。
屌撚你老母啦，王晶啱唔啱啊？呢啲就廣東話啦，收唔收到？七頭皮王晶，屌你老母就廣東話啦，呢些廣東話嘛，咩滾回去咧？鬧人！當啊11月24日就有個示威佢集會啊，係。嗰日我都會去嘅，你都會去。我見到你，我實屌你老母嘅，我唔會似你王晶喺背後先咁叫人滾嚟，我唔會。我喺你面前都屌你老母嘅。我喺下面最多問多一句，阿林康正係咪光膠屌喺邊度？真係，不過講光膠咧，即係上星期日就城市論壇啦。係，我聽幾好啊又。你知阿蔡志森啊嗰啲又發表高論啊，嗰日城市論壇你蘇豪你有咩感想啊？嗱，嗰日城市論壇咧就即係個個人一睇咧就真係即刻冒起三把火啊！嗱，好多人咧都即係走嚟同我哋講咧，話哇，原來城市論壇係咁好睇嘅，即係平時都唔覺，咁啊突然之間咧有位咁啊師奶啦，又有位啊蔡志森啊，經常都係即係關於呢個題材野火人物啦，哇！佢哋一齊發炮嘅時候咧，大家真係覺得哇，本來都冇乜立場嘅對同性戀可以支持又得，唔支持又得，即係佢話喂唔得，真係要訂立呢個反歧視條例啊！如果唔係，即係俾呢啲咁嘅人，咁到時即係香港第時將來嗰、那個即係個氣氛，我都擔心會越收越緊。佢哋一路在台上就話：，誒邊有人歧視啊？冇啊，成啊咁。但係下邊一路啲人就喺度鬧萬必，話佢咩死機佬啊，咩滾咩即係嗰個人位啊，都發現咗係邊個係嘛？後來都知道係邊個。咁樣都冇歧視，真係黐孖筋嘅。其實咧，如果依家你因為性取向有問題，或者唔係有問題有唔同啦，即係你咪異性戀啦，即係對於蔡志森話你性取向有問題咧，如果因而俾人炒。或者學校要你退學咧，如果你去評機會投訴咧，評機會係唔可以接納，因為係冇條例啊。所以呢條條例根本就唔係話啲人話咩以言入罪啊，會非常之慘啊，根本就唔係啊。只不過有條案例，你就開始有追究權利，可以揾經過評機會審查，再經過法院嘅審判，先可以定你罪嘅。就唔係話一有咗呢條反歧視嘅條例咧，就你可以以言入罪啊，鬧人嘅啊死機佬啊，就會俾人就會坐監，係唔會啊。如果係咁樣立一條條例就保障。上到啲權益，反性別歧視條例，啲女權運動立咗之後啊，就唔使仲要搞咁多嘢，爭取咁多啦。黃碧雲都冇咩講。啲人係講啲嘢係好荒謬。再者，啲人講咩基督教啲教義啊嘛，甚至嗰、那個李女士就話嗰啲話同性戀係原罪。如果跟翻舊約佢聖經咧，其實你食豬肉都係佢原罪喎，甚至你肥都係佢原罪啊。咁嗰個咩？肥都原罪啊？咁呢個我唔知。劉太李女士啦，李思嫣啊。啊，你咁肥係咪有原罪啊？咁你有咩資格話人咧？如果根據你嘅邏輯，咁甚或至喂你蔡志森講咩同性戀肛交係好污糟嘛？首先蘇豪肛交點污糟都好。是不是犯罪犯法呢？喂，你不沖涼，佢污唔污糟？啊，冇錯啦！西藏人一成世人先沖三次涼，你使唔使立法去要人一定每日都要沖涼？或者邊啲唔沖涼嘅人咧，你就要歧視佢？你唔可以咁啊嘛，係咪先？肛交就算污糟，都唔代表係咩啊嘛？除非你話你爭取，如果你咁憎肛交，咪爭取肛交成為非法咯，而唔係話針對同性戀嘛？因為肛交你異性戀都係有嘛。冇錯。再者，你蔡志森講咩？聖經講咩？聖經講咩？關我差事啊！我如果我唔係基督徒，關我咩事咧？喂，呢啲咁嘅嘢係你基督徒要遵守咋？香港唔係基督教嘅社會，唔係基督徒嘅國家，即係你唔似中東嗰啲國家啦，用伊斯蘭教嘅沙利亞條例去立法嘅、香港唔係嘛？香港係多元，有宗教嘅自由。梁啟超、富蘭克林都講過，做人要有宗教嘅自由，唔係你基督徒遵守啲咩，就要全世界陪住你去遵守啊嘛。如果淨係肛交先反對，咁女同性戀者佢應該同意喎。咪就係咯，肛交咁樣點得唔得咧？即係你明光社點解要隔硬將啲基督徒教義引申到全香港都遵守咧？咁基督教就話唔可以拜偶像，係咪要立法所有佛教、道教都要禁止咧？所有你拜黃大仙啊？去寶蓮寺都要禁止。有網友話你應該首先取消盂蘭節啦，根據佢邏輯。冇錯啊，所以你見到係好奇怪，仲有個。喂，唔係佢哋申請咗話要將黃大仙地鐵站改名。係咩？係啊係啊。佢仲有做一個廣大嘅祈禱咧，就求主寬恕黃大仙區嘅居民，因為佢哋係接近偶像。咁我呢個我寫幾年前寫一篇文去抨擊嘅，咁但係根據衞生常識咧，肛門嘅細菌量係比口腔少嘅，所以如果禁肛交前咧，一定要先禁咗口交，即係仲禁口交，甚至禁打飛機喎。但蔡志森接受訪問就佢有打飛機喎，即係蔡志森想你佢仲切咗隻手嘅佢，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佢聽到我哋節目鼓勵人打，佢冇直接答個問題嚇。佢話咩不許？百姓打飛機，唔係佢百姓光交，只許自心打飛機喎。呢係咩道理啊？蔡志森，再者
啊，佢哋最叻嘛！我哋中國人傳統青年民建聯同葉國軒都係咁樣講咧。中國人傳統就一夫一妻制喎。呢個就荒謬啦！葉博士你嚟呢個我權威喎，呢個你權威，你權威。即係有一個人咧，文化怪傑孤鴻明。咁話說有一次咧，有一個法國女人就同佢講：喂，點解中國人可以一夫多妻？點解即係西方人一夫一妻有乜分別啊？阿辜鴻銘做咗好生動嘅比喻，佢就話：你用茶壺啊，你會用一個茶壺斟好多隻茶杯啊，還是一個茶杯比好多個茶壺斟邊個衞生啲咧？係呢個真係一個茶壺斟好多個茶杯啦。咁所以即係斟落去，梗係容易過俾人斟噶啦嘛，係嘛？咁所以咧，一夫多妻男性咧係得嘅，但係女性係唔能夠一女士多夫啦，係嘛？所以中國傳統文化都係一夫一妻制，不過係一夫一妻多妾制。哦，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係民建聯錯誤曬。但係咧，如果你話跟中國嘅傳統咧，我哋中國婚姻傳統係點啊？父母之命就媒妁之言，就反對自由戀愛啊嘛。咁係咪要翻去反對自由戀愛嘅世界咧？甚至嗰陣時嫖妓合法化喎，咁你唔爭取嫖妓合法化，跟住佢又話咩？青年民建聯就話，就問萬必迪士尼就王子與公主啦。咁王子與王子又點介紹啲人呢？我就唔知係咪佢智商淨係睇迪士尼卡通片啦。你講我哋中國人傳統，我哋有華人大導演李安拍咗套戲叫《斷背山》，唔知佢有冇睇咧？所以你見到呢啲咁嘅青年民建聯講啲弱智喎，甚至那個牛仔佢同牛仔嘅佢，即係本身梁祝已經係一個即係意識形態啦，其實就係呢個故事啦。跟住嗰個劉女士就劉太，佢話咩嘛？我哋中國就算一夫多妻制啊，都係男女之間關係啊嘛，就算男寵唔係正式婚姻嘅關係啊嘛，嗱你講中國嘅傳統嘛，哦，即係佢接受一夫多妻制嘅原來。我唔知嗱，如果你講中國嘅傳統咧，中國傳統就女士就三步不出閨門啫，女人就唔好出嚟做嘢，唔好出嚟講嘢，幾時到你去獻世咧？係咪先？如果你咁根據中國傳統，你去咩城市論壇啊？唔係啊，即係咧，如果中國傳統咧一個七出之條，有兩條咧佢已經係賴嘅嘢啦，第一條叫口多言。因為佢老公已經休佢。第二條你聽佢講嘢知有惡疾，有惡疾，有惡疾，口多言一定要休啦，係嘛？即係甚至呢基督教教義咧，蘇豪啲人係咪真係咁反呢個光交同埋同性戀嘅咧？嗱，即係同性戀咧，的而且確咧，嗱，舊約我真係唔敢講，因為舊約太多即係條文啦。咁但係咧，新約咧喺聖保羅啦，一般稱為聖保羅咧，喺羅馬書嗰度都好似有講到提及咧，就係反對呢個男男之愛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嗱，即係呢個其實因為好深入宗教問題。首先我對保羅其實我自己都有自己睇法啦，咁所以呢度唔講啦。咁但係就算係咁樣咧，有啲人都解釋咧，前文後理咧，其實男男啊，或者喺嗰段經文嘅意思咧，就係講一個祭邪神嘅一個儀式嚟嘅，即係就並唔係咧真係直接指呢個同性戀。咁再者，就算阿保羅反對同性戀，我其實覺得都冇問題喎。耶穌都冇，耶穌同妓女嗰個故仔已經講明咗，其實佢對於性啊或者各樣嘢都係好寬容啊嘛。不過福音派講得最多唔係新約係舊約，講一個佢故仔就是所多瑪旁摩拉滅城嘅故仔，就要嗰陣時要揾十奸埋個天使添，叫二人啦，你揾十個好人出嚟啦，如果冇十個好人咧，我就焚城。咁結果真係揾唔到。咁當時咧，上帝就派咗兩個天使嚟接走話二人，兩個都男性嘅天使嚟嘅。咁一去到二人嗰屋企咧，俾側邊人知啊嘛，兩個好靚仔嘅天使，男性就話嗒埋佢，要同佢哋性交，要嗒佢哋，即係冇話直接性交，要出嚟，即係要出嚟俾佢哋玩弄嘅、享用嘅，即係我暗示就性交啦。咁啊，二人就話你唔好搞呢兩位佢天使。我有兩個女，要搞我啦！唔係我有兩個女就處女嚟嘅，就俾你哋搞。啲人都唔肯制嘅，所以啲人話聖經其實舊約聖經最真咧就係同性戀。嗱，首先呢個係荒謬可以駁斥。第一，首先嗰兩位天使過門都係客，你唔會俾客人去受辱噶嘛。第二，如果嗰兩位天使俾人搞咗，邊個帶佢走咧？咪成咪一齊燒埋。第三，喂，可能問題咧根本就唔係嗰兩個天使佢身上，係你嗰兩道女太樣衰啊嘛，啱啱啊搞唔落嘛，或者根本解讀曬成個聖，或者根本就你千年嘅謎團，或者根本你嗰兩個女就神聖不可侵犯，好似蔣麗雲啊、梁愛詩咁索咁正嘅，啲人話：哎呀，我唔侵犯你，可能係咁啊嘛。喂，你可以讀經版，你真係可以做林康正神父。所以如果蔡智深佢再講呢個古仔咧，就大家可以同你講，唔該你有翻啲創意智慧去分析下，係咪先？未必一定係反對同性戀，同性戀十戒入邊都冇啦。不過鼓勵唔到，即係我講咁耐，呢啲都係你基督徒，即係我都係要守嘅嘢啫。你唔好夾硬呃全香港人都要守嘛。你唔好因為咁樣而令到同性戀，你話小眾問題啊？同性戀並非小眾問題，係講愛啊。只要你愛一個人，你同佢伴侶
無論係同性異性，都應該 受到保障。依家你根本係歧視愛啊嘛，你係以性別嚟歧視愛，因為唔同待遇，因為唔同條件就令到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待遇，呢啲係違反人權啊嘛。蔡志深講嘅就違反人權啊嘛。冇錯，所以理智上我係支持立法嘅。感性上就麻麻地啦，因為我有童年陰影，主要係、哦哦、即係你以前有光交過。我當然唔係，我見過人喺我面前做過，所以我記得即係自此之後成長歷程裏面就好痛苦啦。哦，原來咁樣。因為我屋企住喺酒店對面嘅，唔知點解望住酒店又好、哦、痛苦。咁你冇恐同都係冇嘢嘅。係啦係啦。即係佢阿媽啊，我俾呢個即係同性呢個話題，你有咩總結咧？佢阿媽。你有權威喎、啊、你。係啊。點解咁講？其實即係覺得同性戀即係。你個人你可以唔係好接受，但係你唔應該去、限制佢哋嘅權利啦。即係你唔希望人哋阻止剝削你權利，都唔應該走去剝削人哋權利。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可能你真係覺得自己感性上接受唔到，但係你都要尊重佢哋，你都要為俾翻佢哋基本嘅人權俾翻佢哋咯。不過 anyway 我都覺得咧，透過城市論壇都係俾到大家睇，其實就算公開諮詢有乜問題啫，你有你嘅意見講出嚟，佢有佢嘅意見講出嚟，就算你啊咁樣嘅態度啊，都即刻會有市民會有迴響噶嘛。所以其實公眾諮詢就係想做到咁嘅效果。不過而家只係可以就喺城市論壇度做就係、是。係咯，喂，諮詢否決咗，喂，有冇下一步咧？即係啲議員嗱嚟緊咧，據聞啊，有好多同志組織咧，將會咧喺嚟緊施政報告嘅時候咧、就會喺之前嗰度做一啲行動啦，希望可以逼到啊梁振英可以喺嚟緊嘅施政報告度，亦都加入呢個反歧視條例，進入一個佢嘅政綱嘅時間表咁樣啦，希望可以成功啦嚇。所以同性戀問題咧，即係反歧視法問題咧，就並非如蔡志深講係小眾問題，唔係同性戀唔同性戀問題，亦都唔係光唔光交嘅問題，而係愛嘅問題，係人權嘅問題。你蔡志深好明顯係侵犯咗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權嘛，你使唔使侵犯他、我就不會我鬧你你侵犯人權就不啱，你講咩耶穌啫？耶穌會不會侵犯人權啊？不會啊嘛，所以蔡志深，你反省一下啦，下集再見，拜拜，拜拜。